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牛哥，这是奥特曼传奇英雄。有朋友说雷杰多你打了竞技场了，我想看一下宇宙监狱雷杰多的实力怎么样。好的，今天的这个啊、很好啊，刷了一个六星的出来了，就打他啊，哥莫拉啊，这应该是电子虚拟哥莫拉，嘿，自动战斗啊，还是自动战斗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全套彩装虽然没有满级。但是你怎么也是一个彩装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这个技能很不理想啊，这个技能很不理想，打得比较慢。但是打他们还是很轻松的啊，大家看到了啊，基本都是秒杀这些小怪。boss 呢，能不能秒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一下。啊、这些怪打都没有打我的机会就直接被打掉了啊，所以说我的被动技能属性都没有叠加起来。你看这小罗罗们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耶，这些哎，这个打不动了啊，居然秒不掉，有点强啊。说实话这个六星的还是有一点强啊，这打起来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效率比其他的要慢啊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分多钟了。哎，一个三技能直接带走啊，加了一拳啊，加了一拳，看一下有没有时间显示啊，有时间显示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英雄需要花多少。哎，1分24秒。好的，我们测试一下吉尔贝利亚啊，吉尔贝利亚现在没有最好的装备，但是觉得够用，看一下能不能超过1分24秒。我更换一下阵容啊，把他，哎，吉尔贝利亚出场开始了。感觉吉尔贝利亚跟这个雷杰多相比是不是要快一些。来，我们吉尔贝利亚能不能破这个1分24秒的记录，那大家觉得能不能破，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告诉瓜牛哥你的猜测能不能对，然后大约是多少秒呢，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啊，我们做个互动也是极好的。你看这个吉尔贝利亚就很，他放技能他没有那种前奏知道吧，他说放就放，秒放技能，而且技能伤害异常高，所以说我觉得超过雷杰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。这已经到 boss 了，这多快，我们点一下，而直接秒掉，出来一个狮子吼破防，防都没破防啊，防都没有破完，这个哼，他就倒了啊。一分钟，非常 nice 啊，非常 nice。好吧，那么你们猜对了没啊，时间又猜的对不对呢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的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和没点关注的点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